哇，摔都摔不响的沙子，我还是第一时间呢。玩的时候还软绵绵的，像棉花一样。就是在桌子上玩呀，弄得到处都是。奇奇巴巴，你快看呀，他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折叠大沙盘呢，在这里边玩呀，我们就不会弄得哪都是啦。那太好了。哇，这么大呀，那我们把沙子放到沙盘里玩呗。剩的这些也不好打理啊。奇奇巴巴，你呀，不要捡了，还是看我的吧。我没用沙子呀，来弹一个球。这样呀，一粘就可以了。我做了一个大城堡，再来做两个窗户，像不像啊？奇奇爸爸，你这个呀确实不像城堡，看这里面还给你带了这么多的模具呢，没用模具来做城堡吧。哇，里面有这么多的模型还有工具，我要来做城堡喽。爱玩沙子呢是每个孩子的天性，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，有了这一个太空沙呀，在家里面可以干干净净的玩沙子了。这个沙子呀怎么玩无匪尘，不会沾到手。城堡做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效果吧。我们还做了一个小熊、大狮子、小马，还做了一个大犀牛。看，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造型呢，还有一种解压的玩法呢。你们喜欢玩这样的太空舱吗？